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中朝友好的基础更加巩固。金正日总书记生前给予我们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的同志们更多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我就任驻朝大使以来，他多次为我们使馆的同志们举行联欢会，还多次邀请我们观看文艺演出，亲自安排我们到新疆到两江道。朝鲜各地方进行参观访问，是我们亲身感受到传统的中朝友谊深入人心，同时也是我们亲眼目睹到，在金正日总书记的领导之下，朝鲜人民努力奋斗，为实现强盛国家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就在去年的11月份，金正日总书记还为我们使馆举行了一次联欢活动，也是他生前最后为我们举行的一次活动。在那次活动当中，他还把金日成主席时代引进朝鲜的中国的绿茶，在朝鲜提供栽培之后所收获的绿茶安心茶送给我们使馆同志们品尝，还相约在今年的春节与中国使
斗争中不断取得更新更大的成就。我们祝愿朝鲜国家繁荣富强，也祝愿朝鲜人民幸福安康，并祝愿传统的中朝友谊永远不断发展。